子从这样窜出来。但你今天说的看你抓得非常准，啊，但你抓得非常准，他高级就输球。以前踢最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最怕站这样，最怕这样，最怕这样，什么都不怕。以前踢在踢的时候，最怕就是踢到对方的这个跳台，你懂吗？就怕踢到这样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可以怕。好，你试试看，啊，先踢，哎，来，踢呀，就踢呀，哎。他对方攻进来的时候，那一刹那，这个下盘出现钻进来的。啊，为什么前踢都不用？很少人在用前踢，为什么前踢不用？来，这样。还有前踢踢出来的时候，就是要补这个补上段，要补上段。那你前踢出去的时候，这个手是准备的，补上段。来，这个。